扣住你怎么扣？没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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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住你怎么办？我只是一个聆听，就要说到这样子。那这样以后谁敢到那边去旅游去消费？花18000也就算，车子要被扣，车牌要被扣半年。以前他们不算是骤然，这不符合43条的那个部分，所以我们让他免予处罚。好，是停车的。速度，我是速度。